因为这次回复力有一点问题啊，我自己看起来是回复力的问题啊，因为真王关是那一关啊。啊！不要争论，不要争论，不要再不要提到别的实况组了。对，他们又大家争论那个没什么好争论的。磨完了十颗是不是？你说我分享的那一颗，你打了十颗哦。干又断心，林老师哎、欸！妈的，毕业我直接灌爆你！我真的直接灌爆他，真的。欸、不行啊，会死哎、欸！走走走走走走！哦，干，吐血！哎、欸，可以可以撑哎、欸！对啊，水果机他妈撸到。说他手断掉，那血超多的。来吧，抢点夺日。现在有爆发了吧？没补血，干你老师！我操！不要！干！哎，这手速很快，各位。我知道，把兰斯洛特把它停掉。对啊，这样要停掉了。这是考我手速哎。不要！
这真的靠很快，机车嘞！哎，还有三回合。妈的，跟智障一样，真是。哇，新珠！干，这关就是个小问题了，应该说这关是个大问题，我觉得。新珠啊，我要新珠。Oh my gosh！ 哇，我们觉得刚刚好。龙哥，我带了龙哥。啊，唔卡早讲诶，啊你该付？来得及吗？80%，干他不直接走啊？我真的忘记龙克的事，你知道吗？老师哎，干！我自己觉得有点嘟难到了，真正要嘟难到啊！越开销越低哦，我知道来不及啦，可是命还是要啊。看到那个新叠珠没有？那个就是叫叠珠啊！啊！我在急来自洛特的气，我在急他的气！不要不要不要！
哇，这要一补哎，这应该蛮爽的哎。赶快开，这要开就要赶快开。叠珠，叠暗珠啊！看我什么时候可以补满啊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对啊，穿女装毒龙而来的。对啊，就是一补的问题啊。这是血量比较多啦，容错率会比较低一点。我觉得是打到最后，用那个什么第二波一波把它弄走。哎，会不会第一波第二波就会把它弄走啊？啊，会不会？一半好了，一半我再来试。这一队有个好处啦，他打一补的时候，他的压力比较没那么大，因为他血够多，你知道吗？先开四王四力道。好，来，应观众的条卡尔斯说的，九峰王啊，九峰王亲口说的，叫我们现在要试力道，开玩笑，一定要试一下，一定要试一下。我是怕一波力道下面，他脸就歪了。六万多哎，也还好，可以接受。有没有？九峰王亲口说的，他说现在可以试力道。真的啊，我刚试是 OK 啊。如果补血再用速网，会啊，可是安全第一。除非你要一波带走了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干，我要叠珠的。
七七八个战斗是吧？迪亚布罗被九宫也可以拉出一次十几万的亿，默默爆发六二留下来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感觉有点可怕，也是他妈转到一个很奇怪的桌子，你知道吗？干，才讲完马上撞，真的拿到奇怪的位置。哦，配九风网 好可以，因为 CD 九嘛。哎，会不会一次把他带走？忽然间想到这件事，哎，应该不会吧？然后一次直接把它补到满，然后带到西天外取经，有没有？会不会啊？我觉得有可能欸。干，会不会一次把它带走啊？二十一万，干打一半。快很多。干，这心脏太大了，这个心脏真的太大了。哇，这个太刺激了！过来。是王第二招要打了再用，没有打没有用。哇，中了！这种就怕越来越多啊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还不能撞欸，各位，干有点难欸。啊，血多不用怕，你乱讲，我撞一次30%欸。你看，你们要讲一些东西，不要乱害我好不好？9800欸，那打我多少？那打我多少？找一对，7800欸。给你看一下，30%生命力。哦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。我敢高难度也来了。哇靠！我真是佩服我自己，为什么可以斜转跟叠珠叠的这么歪、欸？不然越撞越多。哇靠！真的可以撞吗？有时候可以撞，有时候不能撞啊。你看这个怎么搞、啊？百姓影片过涨了超过12小时。有，好吧，没关系。
开蓝丝一击，哎，这个好主意，这谁说的？哎，不错哦，这 ID 也不错。我这个还是笑不到。我靠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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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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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一颗，哇，完蛋，死！十一颗，两回合，我想一下，八十，直接来。干，你还真的给我六 combo， 你又更加喊没？我跟你讲，你看，又这个，又这个，操！干你老师哎、欸！这两颗，操！哦，生气耶，原来是洛特都不见了。我跟你讲，会吃石头就坐在这边会吃啊，其他的我就觉得你自己评估会不会吃得到石头啊。刚一波大爆发的回复哎。开九峰啊，下一关怎么打？对啊，弄我你爽啊！但我觉得这边真是很靠北。哇，又少削一颗哦，两颗，爽到哦，天降就到。哎、欸，这边他妈真虐、欸，干再死也没中计啊！真的啊，我就捡七大石英就好了。哎呀，龙科、喔，换龙科打、喔，好啊，试试看。
林老师哎、欸，他们做派的呀、啊。干这么整齐的、哦，怎么可以这么整齐啊？这个我就好笑了，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，你会哭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干，中切不屑。哎、欸，然后送。等一下，这个可以开啊？干，这不能开。哇，完蛋！先消一波，先消一波。屌，看有没有来讲话。开什么技能？开什么技能？不是你们过人家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观念要那个。如果你要告诉我东西，你要有个完整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开技能，我有整排技能，你知道？这不能开啦，这次不能开啦，他无视控场啊！我思考一下。靠北啊！九宫消干净没有？我现在就一波带走啦，还九宫消干净。我现在就一波带走啦。哎，为什么热线出窍没了？我操！送。干，要开毒龙，不然我会死。我觉得要开毒龙，不然我一定死。勉强一下，走吧你！我操！哎，大哥，太多了吧？这肯定不能现在就过去，现在过去我就过去了。靠北蓝斯洛特没去啊！哦，我思考一下，我怕伤害太大。蓝斯来不及了，蓝斯已经丢弃了，他没倍率了现在。
我知道应该900万还好，可是我怕太早把它带走。有些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900应该要两波诶，一波应该带不走。靠背，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看，这有意思，我竟然要在这边开大局。爽到！哎 ，bug！ 哎，30000多！我干个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9000多万！哇，这怎么打、啊？开牌就先手转再排，不然时间不够。不会少三排啊，因为少三排。我看这要这一队要吃几颗石头，只能这样试了。干，缺新珠。两只一起锤我23000多 ，OK， 可以临时，还 OK 啊。B 加财主还疯，没有，我们都很疯，我们都很疯。9000万房，啊，你看啊，那个引爆暗符石提升附件右的公家房啊。我真的一回合的机会，各位。叠珠，叠珠啊！哇操！你听不懂中文呢、欸？什么叫叠珠？你听不懂？哎、欸，我们死掉！你老师哎、欸，三颗。我们死掉，啊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不是20000啊？干哦，公家房啊，公家房啊，公家房啊！
干，你走一走好不好？妈的耶，终于走了。干，再来一次。好悲啊！直接灌中间是不是？灌多少？9400万是不是？干，那我扣脸了。哎、欸，猜猜我要吃几颗？我刚吃三颗了嘛。我们装死不了，中间会扣血啊！你小看了，我是怕把右边干掉。啊，不行，右边摸我就要死了。他是扣血100%，看，好笑哎，真的好笑。杀掉右边那一只，杀杀！尴尬的事情来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干我这关要怎么玩呢、啊？我、哦、开毒龙，然后开大绝，然后用这三只把它干掉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这样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真笑哎、欸。我先不开排珠啊，因为现在没有暗珠。看来我使出我多年以来隐藏的大绝技，叠抓，叠住，叠住。哎、欸，不错哎，都不掉暗珠了，我喜欢。这样才上道嘛，对不对？叠珠，因为你现在不需要按，等一下按来归狗，你再死我，你讲。叠珠叠珠叠珠，这个我内行啦，我最会叠珠啦，那叠珠我 OK 啦。大家早上。还要留一点心，我跟你讲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得诅咒 ？OK 的啊 ，OK 的。我们今天就是神魔之塔，九分王打九分王，
最后一关磨过9416万2500，就这样把它磨过去。OK 啦哈，你老输嘞。得住哦，得住哦，看好哦，得住哦，得住哦，注意看哦，一得，两得，得住，不爆发，看很多按住的时候你才要爆发，现在太急了。这个出来就可以爆发了，我这样讲哦。哦，有点危险哦，这时候就有点危险。OK， 来吧。但是不是开这只哦，注意哦，不是开这只哦，你要开是开这只哦，还插到贼哦，你要开这只，因为这是吸力短的。哇操！林老师，哦干老师哎、欸！最后我还是这样子。耍哉的底高圣神魔之塔，我就听到个声音一直出现，什么神魔之塔那边很好玩哎、欸，我就一直听到那个声音，神魔之塔好好玩，神魔之塔好好玩，我就听到那个声音啊。哇，你几只个无啊？按住有点多哎。哇靠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就跟我预计的差不多啊，只是我没想到追光网要磨那么久、啊，懂吗？一直在重播晚上的实况啊，真假的？你、欸、不要唬烂我啦，我会当真的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有位来宾跟你研究不守消的叠法，不守消的叠法。哎、欸，有位来宾忘记了。上次有位来宾。不是在现场吧？你讲的是另外 的地方吧？
哇，那个没叠好。OK 啦，我们就把90万这样叠过去就好了。应该不用开吧？打多少？13000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干，好痒！哎，缺心珠哎，再来！哇，这个叠珠帅，帅呀，帅呀！在这边，真的假的？我是记得我是在小许家有跟他讨论哎，我不确定你讲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哎、欸。叠珠，哇，这个叠珠这个漂亮，过来，哇，这个叠珠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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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。过来，做了今天的课程，跟各位教学的是叠珠，叠珠的也叠珠珠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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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妈的在叫我点点点，我来干得好嘞，快点，以防万一哦，真的是以防万一的。真的是以防万一。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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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悲啊！啊！第四个了，你鸟嘞！干！都好哦！哦，四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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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已啦，没什么啦，就逃你啊！你老嘞靠，大嘴叫嘞！啊、哦，这颗是白痴了，真是。有点累了，我有点慌了。你越是怕，你越是怕的话，看他越容易。其实今天受伤最重的，我觉得不是肝，是手指头跟屁股。真的啊，哇操，手超酸的。那按住你一定要把它叠掉了，没有叠掉太危险了，不然这样整面都是按住你就哭了。
靠北啊！抢天夺日，哇靠！干这厉害了，别管它上面整片都是哦。这实在太可怕，我不太敢轻举妄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转整片都是暗珠，过来，我干失败。对啊，我今天就是要把它磨过去。疯了！但是在哭啊，对啊，但是洛斯在哭了。我在哭吧？什么兰斯洛特是我吧？我吃了多少石头啊？我真的没有哭，吃下去的是石头。干，这根本就是专业石头回收机吧？叠住，再叠，摸摸，不要笑，不要笑。过来，哎，有啊，我们家在冲啊，不要乱开兰斯洛特啊，开了真的会哭哭。又来，叠住，再叠，刚才伤害真的蛮激烈的，超级痒的。不哭不哭，石头而已。麻我补五颗，多预留一颗给你马。靠，还多留一颗给我马，谢谢齐方啊，蛮贴心的，留一颗给我马。没有，我用迪亚布罗跟那个在做搭配啊，让我保持几乎不会死掉的状态。干一二三呢？我想一下哦。得抓！我通常这样喊的时候，然后忽然间，我怎么会消到暗珠？大部分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有点惊惊，你知道吗？在那边喊着，我就看有没有消到暗珠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怎么消到暗珠了？那其他事情都是这样来的。我刚看得很仔细，真的没消到，真的没消到。
风写太好，对啊，写超级厚，还做得好用，可以拍得很顺。你最下面中间排四颗，正中间可以全叠珠。我去小许家，他家有看过有一个叠珠啦，可是我也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碎碎碎碎碎！我快快快，大哥啊，你那个叠珠刚没有叠啊，还碎个屁啊！那个火珠没过去啊，就在天降帮我吃掉。欸、天降不错哎、欸，啊，我们家天降哥啊，蛮到位的哦。我今天叠珠好像没有失误太多次，就失误一次而已。这个不是以前打轮回用的手消进存，所以下面四颗手消。但你要给我，你看可不可以传图了？哎，这真的听不太懂，这有点困难。嗯，我想一下哦。叠珠。叠，再叠，哦，这种比较简单一点，这种。这种大部分人都会的，一叠而已。传来给我，对，你传来给我。干，你用九峰磨九峰，人家还笑。叠珠，再叠，哇靠，哎呀，好多暗珠哦。OK 了，一波 seven 了，一波 seven 了，各位，刷过去啊！哇，奇邦那个太难的啦，我没有用过这种的啦，你那个太难的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意思啊，来喽。各位观众，哎，抢天夺日，把暗珠转掉！知道该怎么干了，干得好哎！来，这只摆着就超顺，有没有？因为心脏大颗了，你知道吗？各位观众，看好那个叫做叠珠啊！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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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四颗，真是白痴了。了解哦，有人说光人就不想解，不是啊，我讲真的啊，那个干，我明明就打九峰，怎么变成在打毒龙啊？